试一下，今天预赛呢，其实我们是比的是Nintendo Switch 的游戏。嗯。那我们有比什么游戏呢？炸弹超人。对，我们预赛是比炸弹超人，然后四个人一组，然后互相互炸，活下来的就可以进行第二轮。那第二轮我们是玩什么呢？马里奥赛车。对，玩马里奥赛车一个抢金币的模式。然后想必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先讲是玩什么，所以你玩家到现场之后，你才会现场去参加排队，才会知道我们今天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然后所以其实这就要考验你临场的反应，或者是比方对游戏接触的广度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挑的都是大家玩得开心的游戏，同乐型的。好，那参赛者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四位参赛者上台。看来有点肃杀，有点肃杀，不太像是来参加运动。I will fight you and kill you。不是不是，这他们都是要来彼此竞争，最后的那一名当然要肃杀啊。所以现在是要先给一个下马威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用眼神先杀死对方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就先请四名，好，我们获得在晋级决赛玩家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S。今天参加21周年，已经是第14次了，头一次上台。那你平常擅长的游戏是什么？格斗跟射击。格斗游戏跟射击游戏。好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这不一定会过去。好，那他请陈汉、陈燕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燕，很荣幸站在这个舞台上。那你等一下，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会赢？你现在心中胜算如何？有一点信心，有一点信心，有一点紧张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魏晨。我是非常幸运来到这个舞台。另外，我觉得不管是在台湾还是舞台上，我都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紧张。好好，我感受到你的紧张了。好，但平常玩什么游戏比较多？平常玩那个太空农场嘛，就那个挖粪，还有那个手游的话是怪物弹珠，怪物弹珠最近的活动是非常的多。哦，所以玩的也很广泛。好，那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山，然后我喜欢玩掌机跟家机，然后不喜欢玩手机游戏。目前我有在玩的游，我目前在玩游戏是精灵宝可梦。哇哦！那我现在要先公布我们的决赛第一轮，我们决赛要比两次嘛。第一次我们先取一二名，然后再进行最后殊死战。那我们第一轮的游戏会是，导播请下画面，马里奥赛车。那我们这比的跟台下，然后大家先选角色。然后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各位玩的是竞速的模式，竞速。然后场上只有四个玩家，然后我们不会用电，不会有电脑，然后你们有道具，可以选自己的车、自己的角色，然后会跑四个关卡，然后最后取谁的积分最高，取一二名啊。然后注意哦，是取积分最高哦。哦，取一二名，那马里奥赛车豪华版就是大家就知道，这是一个所谓的互相伤害的游戏啦。大家互相伤害了。那我们预赛比的是所谓的抢金币，那大家在一个类似竞技场里面互相丢道具伤害。那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是比竞速的，所以除了你互相伤害的技巧之外，你还要有足够对赛道掌控的技巧。那小飞，你们有玩过马里奥赛车？有啊，那我玩马里奥赛车一定要开辅助模式。哎，对，那个刚小飞有提醒大家哦，有没有人需要把辅助模式关掉？那你有关吗？你有关吗？勇者刚关了吗？那我们跳上一页，先跳上一页。按那个 R。对，那个对，按 R 是自动油门，然后 L 是关辅助，那看有没有需要，因为预设它是有辅助跟自动油门。所以东山是左上角的这一位，然后魏哲是。工作人员协助他们设定一下，因为我这边要特别提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一代他为了去帮助一些
学者，像我这种新手，对对对，比较刚开始玩的，他有一个辅助模式，变成他过关会自动帮你减速，才不会冲出去。那如果是很厉害的人，你把这关掉，你反而可以冲更快，因为可以甩最边边去甩尾，他用最高的速度甩过去，而前提就是你不会掉到跑道外面。对，好，好，工作人员帮我们选一下赛道。这次比赛的场地是萨尔达的这一个，没有有玩好 OK， 等一下玩过的举手，有玩过举手，好，请放下。因为你知道马六赛车是互相伤害的游戏，所以胜负很难定，那就让开始比赛。好，比赛下 OK。然后我们这四局定胜负哦，所以没有 rematch， 就直接跑到底四关，看谁积分最高。紧张的起跑的灯泡即将响起。哇，我们这一场二一，哦，有一个人马上第一个组一个冲刺，对，一开始就一个冲刺就代表他真的有经验哦。马上就来了，第二个这个有没有有点怀念？我故意
挑的，它是超级任天堂的彩虹关去通知的一个关卡，所以有玩过超级任天堂游戏的可能就知道这个关，会蛮怀念的。然后附带里这个游戏最近才中文化，所以在其实在一个礼拜前这个游戏是日文的，它最近正好更新成中文，对啊。这个开局大家都很温和哦，都没有人冲刺冲到哦。对啊。冰激公主骑摩托车，其实骑摩托车其实蛮强的，摩托车其实蛮强，如果你甩尾够会甩，然后直线其实可以冲得非常快啊，可是甩错边啦，冰激哦，马里奥趁机超越了，看起来马里奥跟路易奇这两个距离还蛮近的，哇哇，又是一个撞到撞陷阱，所以说其实你开速度好不一定会比较弱，其实开速度就比较弱，它可以一定程度去避免一些你致命的错误。哇，这场地的地形限制真的是很讨厌，总是在你要过的时候砸下来。对，这个是超任的彩虹关，那地带闯关其实都是蛮后面一个蛮难的，那是魔王关的关卡。呼啊！哦，钥匙有没有直接超过？超过了，钥匙超过了。啊！中陷阱，所以是可以钓鱼前进，马里奥领先，钥匙领先，小心，小心逆行。啊！哦，最后一圈，钥匙我开，钥匙我开。也不一定要冲第一名哦，各位要记得是积分制，所以你拿三四名或者是二三名之后，还是有机会晋级最后的四十站。没错，大家要记得这是积分赛哦。哦，路易吉，这个甩尾漂亮，路易吉哥华丽的甩尾啊！可是有规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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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要你冲啊！啊，要你旁边冲啊！后面追，后面追。哦，马里奥冲上来了啊！这个造型啊，各种发生事情的。哦哟！我没错，而且你看积分赛，所以马上就追平了。八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四二嘛，另外两个紧追在后嘛。对，好，下场。OK 哦，大家深呼吸一口，深呼吸一口。哦，还有，都还有机会，现在看起来都还有机会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滑滑扭扭的。这个跑道好，它有上下两边，那其实跑上面跟跑下面的距离有微妙不同，可是我觉得下面稍微难一点。那这个很容易迷路，哇，冲啊！故意急冲去的哦。哎，小飞刚积分比较接近是哪两个？刚积分比较接近是哪两个？这位，的这位，哪两个角色？左上。跟右上，左上跟右上，路易跟路易奇跟我们的耀西，两个绿色的，可以看起来绿色的比较强。马里奥还是有机会，现在在第二名，紧追在后。哦，这个道具太早开了，这个道具是一个震波，所以它可以把道具震掉，或者是攻击的对手。所以刚开局在说接近对手的时候再开这个道具会比较有优势。哦，现在手上拖一个炸弹。炸弹瞄好也是可以有扭转乾坤之效啊！大家目前看起来都是选择右边黄色的跑道。哇！中！哇！他就被砸到第三名了。很会！哇！这个马里奥是点了一个头哦，很会。马里奥心机重哦。啊！碧姬公主不要气馁，还是有机会的啊！这个道具真的很重要。这一站就直接从第一名变第三名，道具蛮多，而且其实开服自己也有种意义上，哎呀，算是可以接近高手跟一般玩家的距离。哇，回旋飙中了，回旋飙中了。那个其实
啊，潜入一级的玩家啊，在某种意义上都蛮快的，因为你知道绿鳍最有名的一个死亡形式，你要用道具丢啊，绿鳍就回头，那个尖大笑容看着真蛮有名的，所以哦。很接近哦，很接近，前三名很接近。前三名真是难分胜负啊！四名也追上去了。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喽！哦，绿旗的发挥很稳哦。可是耀旗也不落人后。哦，哇，小心！哇哇，一个碰撞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个边开车边互呛哎。对啊，互呛哎，互吹。直接可以在旁边超凶。啊，前三名真的好激烈的厮杀哦，互相上下。你加油，你永远相扑还是有机会扭转的。大家小心哦，在终点线前都好可能被逆转哦。因为你现在在后面名字对道具比较容易抽到好的，所以你抽到一个好的道具，有机会逆转。所以记得要知道道具。哇！路易，路易要过了。哇！现在第二三名，第二三名啊！啊，马里奥，马里奥。哦，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哦，目前看起来是路易吉跟耀西的拉锯战。对，路易吉跟耀西的拉锯战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场了。最后一场，还有一场，大家不要气馁，还是有机会把前面人挤下去。没错。我很紧张哦，很紧张哦，看到大家眼神非常的认真，大家的手都在微微的颤抖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最近萨达传说的赛道。那虽然说这款名字叫阿 Ken， 阿 Ken， 我跟你说，我刚发现我旁边这位选手，他竟然看着地图就开始这样，哇，已经开始算跑道了哎。对，他在算他的所有路线，就像阿斯拉一样，你灌到他的脑海里面，这边都要加速过弯，有没有？通马阿斯拉，今天我没有极限。哇哇，这个甩尾很帅，可能冲出去了。然后你看，这是因为它是萨达赛道，所以它的金币也变成萨达，变成卢比，变卢比。然后包含在关卡里面，等下会有一个大型主线，所以它其实是用 DLC 的方式成熟的。可是这款游戏一开始用的都是这个赛道，还有还有一些萨达金币。哇、哦，好甩尾，好甩尾！没有，刚刚这个声音是萨达传说的音乐。这个赛道算是做得非常优美。那这款游戏算叫马里奥赛车，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它里面就是一场赛车。哦，冰激公主压车哎，超帅！哇、哦，第一名拿的三个绿龟，看起来是绰绰有余，哇，信心十足。而且它绿龟拿扣的，可以拿来防御用，这蛮聪明的。那阿天，他这个关卡收集的宝石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它收集的宝石基本上是跟金币一样的功效。那你金币累积越多，你金币的时候其实你的速度、速度是开比较快的，所以金币越多代表你开越快。哦。终点线前炸你一个，就是有那种小王八蛋，每次都是
在终点前给你开道具，然后去把门炸。好，我们结果出来了，陆毅一起跟耀西一起举手，两位确定晋级我们的决赛。那三四名很遗憾，哎、欸，不过、我们有三四名的奖品，来，我们现在现场颁发给你们。这个奖，来，非常谢谢两位，非常两位，来，大家他们今天太不谢了，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？非常辛苦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回家要不要多玩玩一点马六赛车？要不要多练一点？我要习惯一下二十四手法，不太好玩，好不太好啊，因为这个下次我们应该会开放自备手法来参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明年还想不想再来挑战？可以的。可以的话没问题，明年再等你来挑战，希望你也有机会拿第一名。谢谢谢谢，来再掌声一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冠亚军争夺战了。冠亚军争夺战，那现在我们先请导播切一下，我们切换一下东西哈。对，请导播切一下。好，我们趁现在来访问一下东山和 West。来稍微站中间一点哦。那刚刚的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刚刚最后用道具逆转胜的感觉如何？而且你们积分正好相同，代表他们正好实力相当哎。最后感觉怎样？毕竟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嘛。再说那个有那个红蘑菇那个加速，再加上最后红龟壳打败对手，行动真的是。首先知道要道具是很重要的，对，都知道会用道具也是胜负的很重要一环。啊，对，像那个之前的绿龟壳，有够精彩的。对，那个绿龟其实丢的蛮准的。那对，那东山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刚刚你在赛前为什么会这样的？这是一个什么咒语呢？我刚才在跑那个海拉城赛前有稍微画一下，是因为我昨天刚买到那个马车，把昨天第一次玩到马车，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海拉城，发现就是插着大师之间那个地方，它其实是一个圆环啊，对对 对, 对。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中间要拉起来，所以我都会直接撞上去。哦、然后刚刚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有撞到。哇！哦，原来哎，所以正好昨天刚买就是了，所以你已经有他 NS 了。有，那你要不要把 NS 让给他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那接下来，大家你已经看到画面了嘛？那我们要正式宣布我们的最后殊死战是玩这个 1, 2, 3，耶！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这个，因为我们有玩五个小游戏，会玩五个，然后先取得三胜的人。我们就会先就是可以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按错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先取得三胜的人就是获得我们的冠军。那我看一下我们的什么项目。好，所以，我们等一下会先示范给你们看。你们两位都有玩过 One Two Switch 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有人你们两个都有玩过 One Two Switch 吗？都没有玩过。好，那 One Two Switch 就是所谓的有点像派对游戏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会先示范给你看我们有玩哪些小游戏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小游戏是玩开宝箱，对，开宝箱。那个我们音乐请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请两位先稍微站后面一点，我们主持人先示范给你们看这游戏要怎么玩。那 3, 2, 1, start。然后开宝箱就是像这样子，等一下会有个宝箱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要转我们这个 Joy-Con， 转这个 Joy-Con， 然后去把这个宝箱打开。是我的。然后我们实际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。然后，我们稍微近一点。One Two Switch 这款游戏很特别的是，它其实不是强调你要看着电视荧幕，我们是要看着彼此。可是这关我们要开宝箱哎、对，是要开宝箱，对，开宝箱要看电视。对啊，对，开宝箱。好，那我们实际示范一次给两位看，然后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对，你要看我的手部哦。可以看，那你要看我怎么玩。没有，不用那么近。Captain, hold your Joy-Con sideways and press a button.
After joining sideways, the control stick facing up and the SL and SR hands away from you, and press a button. Green, two, one, start!这是一场精彩的胜负啊！谢谢谢谢。
哦 ，OK， 我理解哦，理解哦。他重点是那个 tempo。哦，他说他不太能理解，所以我教你小技巧。还没。我教你们一点小技巧，就是这样，你要按着顺序，这样按下来，两颗钮有一个顺序，然后你挤对了，它很舒服，它会有一个很舒服的震动，没有骗你。震动越大力，就是量越多。对对对 ，OK 好，感受一下，绑一下 ，OK， 只要快输了就是做鬼脸，让对方笑。对，快输你可以干扰对手，用表情去干扰他。干扰。按一下，哎，啊那边还没按。看一下啊，哎，反了吧？好像反了。好好看好对方、哦，你要看对方，然后准备好，然后两臂一起按。对，两颗一起按，先帮忙按一下。对。然后一只手玩的，这一只手玩的。Milk。哦。Look at your hands. 哦。哇，这个量好像也蛮多。这个表情，好看。你失去感。
那我们就现在是2-1，再进行下一轮。现在是二嘛，现在是二嘛，2-1，然后你一嘛，所以你还是只要一局你就赢了。对，现在随时听牌了。下一个，两颗辣椒代表难度二。好，先转一个，对，没有没有，这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快枪侠。你要想象你这个枪手，这边你有一把枪。对啊，然后你这时候按这边有一块键，然后去射击对方。然后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你打太高，这样啪，他就打天花板不算。然后啪打地瓜不算，所以你要正好射到他。你刚刚说打地瓜哎、欸？打地瓜。打地瓜怎么了？好可爱哦。打地瓜，所以你要正好射到别人的这个身体的部分。对。好来。打到脚不算，要打身体，他有个判定的空间，你要知道，然后要看对方。Thanks, John. Ready, steady, fire. 哎，什么？技术障碍。哎，有一个技术障碍，对不起，我代表任天堂向大家致歉。可以吗？没有，刚突然断线。那刚刚是小飞胜利，因为我年纪比较大，我反应比较慢。没有，这个在打哪里？在打哪里？要打地瓜。我跟你讲，我故意的。没有啦。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在干嘛哦，就是要这样射击，要按这个扳机，对，这样射击，这样。仔细听它的声音。它会有那个碎突啊，要抓那个天空。对，枪口在前面，然后往里面。东山，他刚他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有开始讯号？他等一下会说 ready, steady, fire, 他讲 fire 的时候就射了。OK 哦，好，那按下哦。然后枪口记得小心哦，先朝地上，不然他感应会随着你偷跑。看着对方哦。上面的画面，它是这边的，对，是这个，你所以你比较快，对你0.35，对，上面也是打相反的，对，猛哦，竟然需要用到最后一战哦，好险，我们想了5个游戏，我原本觉得大概4个游戏，3个就 over 了，结果真的打到2-2，今年蛮精彩的，真的很精彩，打到2-2，好，来，那我们最后决胜官，那个。我问一下东山，趁现在访问一下，被紧追在后，差点没赶上，现在的心情是怎样？蛮紧张的，所以这场是真正的 match point 哦，就是最后的决胜点。现在有没有信心？尽我所能，尽你所能。好，这样放。怎样？你已经搞清楚这游戏在玩什么了吗？感觉你渐入佳境了。这个嘛，应该是擅长游戏类型的，因为毕竟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。所以我连交际都没有，所以他是以什么枪跟剑，对，哦，所以这种武器类比较厉害 ，OK。对，而且阿佩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发现他们一个东一个西耶？哇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西嘛？对，东山，所以是东西军合战，哇，决战东西军大对抗，哇，世纪对决，天生注定的宿敌。所以我们最后一个，因为是最后一个了，所以我们玩一个比较难的。辣椒比较多根的这个巫师，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有什么诀窍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这样介绍，就一个很迷的游戏，我们就故意挑一个很迷的游戏来做决胜。为什么？它就是你要先集气，集气之后你就把它想象你在发气功，这样发气功射到对方。那这个游戏要赢还蛮需要知识的，对，它需要点知识，因为它手上会有一个很神奇的
的震动，然后你法术有放到，你那个力量够强，你手上震动会有感觉，然后它有一个 counter 的机制，对，等一下我玩就知道了。可恶，这个真的超难的。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and stand far enough apart so you don't bump into anything or anyone. 去击中。然后他一开始说明就是因为这游戏很激烈，所以你要小心附近没有任何东西，不然你就把家里的东西打爆。对，而且你手最好是要套好，要不然真的会飞出去。我还有听过有朋友玩这个玩到什么，玩到揍到对方，就是把人家揍爆的。没有，因为他问的问题是收回来之后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变成说你还有一点要机器然后轰出去，机器然后轰出去，然后他有时候会有一个 counter 代表说就是你的对手先轰，然后你比他晚轰，你会有加成可以拿 counter。 OK， 重点是抓对手在出来那一瞬间你跟他同时出来就会 counter。他要这样机器这样轰，这样往前就好。对，要轰，然后轰对方轰。东山，你有问题吗？这是赛末点，这是赛末点。老神在的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也不懂。跟你说，通常念咒语比较容易获胜。所以你就是有一个魔法的波动，可以感受它。对，他魔法越强，会越有震动。好，这时候你要转，先转。有没有感觉？感受那个震动，魔法，感受一下。机器，极能量。有了。好，对，看着对方，看着对方，来了，来了。他不敢相信，他现在他有点慌神，他有点慌神。这难道是一场梦吗？来，请看你优秀的战绩。没错，黄色的脸。刚我觉得他们拉锯的有点严重。对，其实一开始东山康特蛮准的。对，我觉得你有瞄，可是对，可是最后他那个突然。突然一阵爆发，哎，看来你有当大魔法师的资格。好，谢谢。Okay. 那，东山，你觉得真的很可惜，因为我真的原本觉得你已经品牌要赢了，我为什么会事情会变这样子？因为你有 NS 的关系吗？我尝试想要去分析这款游戏到底要怎么玩才会玩到最好，可能就是因为又不熟，然后又硬要去分析怎么打，然后就失败了。可是其实这游戏蛮多部分是靠直觉的在玩的嘛，是啊，对，啊，很可惜，可是还是非常谢谢你这两位勇者，真是龙争虎斗，斗大家要不要拍个手？东西出头战，最后西出胜利。那为什么你目前有 Switch 了吗？你目前有拥有 Switch 了吗？我人生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哈，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真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先带回家，可以好好的研究它。对，可以好好研究它。如果觉得这游戏好玩，可以买来跟朋友一起玩，蛮适合大家一起派对玩的。好，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邀请我们的 Sega 为两位选手颁奖。好，我们先颁发给亚军的选手。好，恭喜东山。好，看前面，看到。
去了。谢谢 Sega， 谢谢，谢谢 Sega 颁奖，谢谢。那最后，我们给我们的冠军发表一点他的最后的优胜感言。对啊，对于这种龙争虎斗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这简直就是小说当中的剧情啊！就是那个女王她为什么跟东山那个两个在台下聊得很嗨？啊，那个实际上那个他那个东跟西的名字我们也没有互相讨论，那个甚至在主持人讲之前我们也没有互相察觉到。一开始对方连胜，然后后来我方连胜，最后在第五局的时候展开胜负。而且我真的完全没想到会得到 NS 啊！哇，真的是很经典，也好，谢谢，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东君奋战到最后，让最后一个盛大的掌声，感谢两位的参与，谢谢东君，谢谢。这边。那今年的电玩风大乱斗好不好看啊？好不好看？还 OK 吗 ？OK 吗？好看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一个活动是几点呢？我们下一个活动是5点。5点是什么？就是你们期待已久好礼摸彩，好不好？对，要摸彩啦啊！那有兴趣的玩家这边稍作休息10分钟，之后5点下一个活动就会开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